肩颈酸痛、手麻、妈妈手，大家手臂与肩颈的疼痛快变成国民病了，怎么办？日本医师伊藤大助表示，放松手臂到手指的肌肉，对长时间手部姿势不良导致的疼痛最根本有效。日本瑜伽老师森和式的手腕伸展操，放松过度使用的疲劳部位，从肩颈到指尖立刻得到舒缓。一起来试试吧。第一步，双膝碰地跪着，双手朝向前贴地。第二步，将指尖向后转，面对膝盖，尽可能张开指尖，缓缓将手掌压向地面，伸展手腕。第三步，一边缓缓吐气，一边将肩膀往后降下，深深伸展，维持十个呼吸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四步，将肩膀移回原位，将手掌翻转，手背朝下平放于地，手指朝向膝盖。第五步，一边缓缓吐气，一边将肩膀往后降下，深深伸展，维持十个呼吸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在不勉强范围内进行伸展，感受到钝痛就停止，避免伤到手腕。每天适度伸展，疏通关节，放松肩颈肌肉，还可以改善手部的疼痛与麻刺。